朋友们好，每年到了五月左右，龙王就会开始开花，而且开花非常勤快，基本在每一个顶部的刺座都会陆续出现花苞，而且花的冠幅非常大，像视频这朵还没完全打开，已经有5厘米左右。龙王球非常皮实好养，我这颗已经种有4年以上，基本上不用怎么去特别打理。目前龙王球花色普遍有黄花和绿花两种，绿花会稍微贵一点，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黄花，颜色较绿花更鲜艳。总的来说，龙王球是非常适合新朋友入坑的品种，有着皮实好养、开花勤等优点，缺点就是外形没太大特色，推荐喜欢观花的朋友。